今年高一，就是那个胖胖的甄圆圆，但是我很可爱，你可能还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已经喜欢你有一段时间了。我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他已经结婚了，他老公很爱他，你真的要再一次的摧毁他的人生吗？感觉脸又小了呢，应该很快就能收回去。为什么你躺在我身边，我的心还是狂跳不止？明明知道靠近你，就可能会再次受到伤害，但是我却无法控制我自己。不是故意骗你的，只是我没有办法让过去的自己再出现在你面前，我没有办法让你知道，我就是甄圆圆。不对呀，这肖楠的剧本怎么还差了点什么呢？发朋友圈的频率可是一天一条，我这么突然不发了，多可疑啊！更何况，在肖楠的剧本里，我可是远赴重阳参加婚礼。啊！天哪，这才叫有图有真相，我可真是个天才。肖楠，你可要好好感谢我，我可是帮你弥补了一个